主料蒙格500克，辅料姜、葱、蒜、红椒、豆豉、盐、生抽、胡椒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姜、葱、蒜、红椒切好，将文革用淡盐水浸泡，使它吐将里面的泥沙。不过我买的还可以，比较干净，起油多。爆香姜、葱、蒜、豆豉，将文革下锅，煸炒一会儿，然后倒入清水烧煮一会，加入葱段，一点点生抽、胡椒粉调味，成了，味道不错哦。烹饪技巧，文革用淡盐水浸泡，使它吐将里面的泥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